绍给台湾的朋友看大陆的小学课本，他们上的课这一个看得到吗？日月潭。日月潭是我国台湾省最大的一个湖，你们看到这边可能会有点生气，觉得被矮化了，但是台湾的朋友你们必须知道一件事情，台湾不是一个国家，不管是中华民国也好，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好，台湾都是一个省，中华民国台湾省，台湾不是一个国家，中华民国也是中国。好，然后呢，第二个我特别喜欢这一篇，欢迎台湾的小朋友，一只船杨白帆飘呀飘到台湾，接来台湾小朋友到我学校玩一玩，伸出双手紧紧握，热情的话儿说不完。不管你认为台湾是大陆的一部分还是不是大陆的一部分，你们都要有一个认知，那是政治上的问题，那是国际上的问题，那跟我们百姓人民其实到现在我还是觉得不是很大的相关，所以我非常反对你们乱骂大陆人，因为他们的课本教育他们台湾是他们的同胞，他对我们台湾人是很友善的，你们不应该因为自己私人的情绪然后乱撕乱骂大陆人。你看他们的课本都是这样教他们的，祖国的宝岛台湾。